就往后退，直接回房间。班长讲话没有你讲话余地。我重复你的话。讲话什么都答应。班长，你能说报告班长？报告班长，我听不到。你的牙齿大声一点。牙齿。报告班长。报告班长，大声一点。报告班长，给我个棒子。我不玩了啦。没有，我要做你的牙齿棒子。你的牙齿。怎么说？报告班长，给你的痛啊。报告班长，站好。太贪了，你家当啊。太贪心了，他做太白。我换新的。这都是假牙，我一大早就骂脏话，我上班不了，去换新的，这就孽畜了，我要靠你们就完蛋了吗？你好高，孽畜，你不要讲话，好不好？哇塞，我们班长这边我最大，我跟你讲，今天回去我就退出演艺圈。你那次坐下，坐下，你给我坐下，坐下，你给我打字啊！还我！你敢打我？你是想造狱是不是？你才造狱！我这你不要，这不穿进来就好。对，穿上去我跟你讲，你这边的，你帮我发简讯给你。我讲几遍，你先到底哪里？你发什么简讯？你跟我讲话手叉腰，你请问你哪位啊？没有，因为大排当惯了。你大排当惯了。我有两个面孔。是拉拉链就好了吗？反正，哎，请问你哪位？之后你就往后退，直接回房间，好不好？来，准备，预备，来你，先发。Thank you.
算了算了，发球。没有碰哑铃了，我给你一个机会哦，我给你一个机会哦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听到哨声之后，潘若琳马上往下跳。想清楚怎么掰哦，你这样好好想清楚怎么掰哦。刚才不用想，我已经有答案了。哎，英雄，等一下，自己会来找爸爸嘞。太可怕了，我一跳下去，他自己游过来嘞，他自己游过来啦。好可怕了，等等，我把他赶过来，赶紧过来，赶紧过来。好。各位，如此。过潘老师上课就知道，他会拿一个节奏在那里打掉。我上没有，我从来没有拿过，我没有去上过。没有，在座的有非常多人来上过我的课，所以他没有拿过。我从来不拿任何的东西。对，我拿的是遥控器。漂亮啊！潘老师，你说你最近很想在就是去教课运动的人，对，就是你很常上电视节目，对，走通告嘛，对。然后有时候开电视，然后看号在电视机前面，就要转台看。哦，转台，对，转台。转台啊！转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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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
是你是太阳系，太阳系有氧天王银河系，哦，银河系，对不起，银河系有氧天王，谁的身上没有一本有氧天王的书？我有，最近卖的好热，我都有。我跟你讲，书排行榜优胜冠军，一箱都是你的冠军，我代表出版社颁奖给你。不恐怖，这个你也拿得下去吗？那是一个项链，奖杯，好，好，要得奖可以，没有，你去摇一杯喝掉，我就算了。不要，我给你分一半。好，来，我们也可以。不要，那有绿的，不要开玩笑。有绿的，那你先给我用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不是，我跟你说真的，你如果不给我分数，我就喝掉哦。喝，好的。说嘛，你没道理吧？太牵强，太牵强。